版本。变成油的。他说你们要调吗？不用调，你们跟他需要调，需要调，需要告我们你唱什么调。完了，我还加两个调呢，我不唱。信天游。我们今天叫一个问题。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个版本的，拿我的手机来。报乐园。你说我们的高坡啊，当当当，因为你没有带唢呐的，想起来这个吴亦凡了，吴亦凡，行，那我知道了。我们唱的什么 DJ 版本呢？我问的装的幺六三五。哦，这里有一个。妈妈手机马上就没电了，你是装的五零吗？我以为你是幺六三五嘞。和我家神秘人回家，对，一会儿不行的话咱再换啊，告诉你。然后必须得告准确的要是谁的。菲菲，来来来来，我看一下什么调。弹一下什么调？这嘛，这里。欢迎三宝。你把那个给他们看，我要看那个蹦迪。元真，元真，干嘛？你有水啊？你有水吗？你是喝水？来我锅里。你有吗？我有。真的？真的？真有。我跟你开玩笑。嗯、喝有。不客气。想喝的不想留。飘姐一瓶。你帮我打开，你帮我打开一下。没背包。啊？没背包。哈哈哈哈哈。咱们点的干饭了。你先去。我发现了，怎么动？哎，王楚玲。可以。谢谢关注啊，家人们，咱给飘子家点播免费的关注啊。说句不好，那个说难听的话，全给你禁言了啊。这首歌。难看没让你们看，愿意带就带，不带出去啊！别那么多话，别那么多事儿，花蜜。没邀请你们看啊。这个光没了，等一下。说难听的话都给他禁言啊。就是不是把青花拍一遍吗？在这里，你可以切吗？不用拉黑啊，就禁言就行，来禁言啊。大哥，大哥。对，你们搁这免费他妈白嫖一些花蜜，好看不好看跟你们什么关系？我们213家人们愿意看就完事了，啊。娟子，娟子，来，哦，手机，要拍了，我要有调，好，不是啊，这不是唱歌的，你我把，到时候你们把那个各歌，因为你们是现场降调的，我们得知道是什么调，因为正常的伴奏它是会动调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拍这个，等会儿都光了。老板，你往那边走。来，我要拍拍。哎，谁挡了一下光出来？来，他转过来一点点，看到了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刺眼。我念吧。你觉得这个眼睛我都睁不开，觉得你不要看前方，你等一下可以看，你看见我这边看。我看不了，太晃了，睁不开，刺眼。看地上来，不要往上看，就看地上。这样的。
不行，你要看哪边那个光。那我看这。你不用看，你就看地上就行。那我一直看地上唱吗？我来，准备放。来，还快一点，那么你还快一点。先试一条啊。好，来准备。这样看好吗？不要。那我看哪？看这里啊。你给总在是一句啊，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你别过来，你站在那个位置，我知道了，你眼睛睁开的时候，你看着下面眼睛睁开，然后你抬头闭眼唱。好，那我不请你，我让他念歌词。好，念啊。哦，太阳又走了一点，还退一点了吧？太阳又走了。好的，好。太阳下山呐、是不是挡住了谁？没有人挡住了。你挡。来，我的眼都要瞎了。来，开机啊！好，开机了。来，紧紧握着心环，心往来，开机。能把头发拨一下下面，下面。对。好，三、二、一。轻守着承诺，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。记忆犹高，反复涂抹。无法愈合的伤口，你的回头画上了沉默。你又不对，你快点换，现在慢点。几个小扣，两个几个小扣，看着没？几个小扣，看没看着，老板？就记这个小空啊，就记这个小空，看没看着？没事，你把这个跟刚刚那个结合起来，全都拍的工整。然后我拿手机，我手机来。来，你看这个，上午的。我还喜欢拍这种。放肆吧！放肆！啊！来，什么？等我吧。中午一千，什么意思啊？4500多万粉丝，疯子开始，疯子开始。我在揍你吗？再说4500万粉丝，哪个？说出来这个话啊？谁做的？你做吧，说的爽是吗？不用说不得。来，装上，来，好，快点。哎，好，你啊，那个是个特效吧？有这个特效。它有一点，就是那个跟踪特效，脸部跟踪。对。但是这个以前有别人搞的这种特效，我们还跟拍过。是有这个。啊，谢谢。还有。应该要用老板手机找那个特效，来，找不到后期应该也能跟。后期能跟。好，可以了，来，快，一三，茄子，你看一下他那个没挂，看同款里面别人挂了没？挂了个特效没？不是，你还搁这评论啥呀？急眼了，还他妈长沙人，湖南人不支持湖南人，还他妈说这些讽刺的话题，你他妈咋想的？傻逼一个，你滚！这个不是。好了，没了。有吗？没有，应该就是人脸跟踪什么，我看一下。手交给。来，我们去哪个？哦。Bones Cast。
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来，允许粘贴，看看，找起来个特效。谁到了承认别人的优秀有那么难吗？承认别人的优秀，他们能嫌得你无能？剪头发，快点，我要剪。把我的衣服，你的包，谢谢大哥，这样。好，好，对，湖南人都是老乡啥的，咱说实话，家里边我的妈，一说老乡，我跟你说，都那么人都骄傲，你说他就说那些风凉的话，他妈就欠骂这种人，我就没素质了。来，家人们给飘姐点个关注，谢谢我哥。不用换，就这样。哎呀妈，我哥终于给我点亮一个掌声明珠。来，谢谢我哥给我点亮掌声明珠了。那我也加油啊！我也加油。我骂人了，没素质了，家人们。我老婆骂人，他们总说我没素质。万月悠悠姐，好久不见了。哟，二六八八，好的不？骂的好啊，家人们觉得我骂的好的，来参加打个好。让姐有事老办。不是我一上头的时候，我是爱骂人，我现在都改多了。我们比以前我都有素质多了，高以前我们早骂脏话了。确实有点骂人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其实我也不想骂人，没控制住。不是，不是这个特效我们原来拍过啊，记得不？在微商，真懂的，真的。他把这个特效一加上，他就感觉他们是假的，他们假的。我骂你都能说好，我骂你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都是刷礼物，我们要杀你，大哥大姐都得撇头。还没顾上，好，半夏。就这么拍吧，就这个吧，来，就这样拍，来，谢谢直播间所有家人们给飘点一个免费关注，还剩最后的十个，家人们最后十个棒棒糖完成了。几个天几个了？你看啥也点不了了。家人们最后十个棒棒糖。那好像没动的感觉了。这个衣服就这样的，累吗？累，腰疼，十多个小时，早上八点多九点起床，不行，我得来回跑，转移。没事，不用做。钱梦怡，不用做，做不方便，一会儿来回跑不赶趟。十一个，行，十一个呗。先拍着再说吧，来。好哎，不行，老板你还过来一点。还是不能这个灯还是这里了，还过来一点。有点灯了没关系，明天中秋节。这样。太丑了吧，这个袋子里面。来，这个有点金了，怎么？还退一点。啊，停，那多了。好。来呀、啊。好，准备了啊。一、二、三。来，你好，好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有感觉吗？感觉还是有。好开心吧，太近了吗？还是要放再来一个，你要不然去那个平台，不是那种宽全是吗？就在这个就刚刚那个地方，就比较远一点。咱家的总管啊，谁说话难听直接禁言啊。啊，文生哥直接禁言就行啊，不用惯着，直接禁言，不踢他，给他禁言来。不信会做吧？哎。
嗯。行，老板不累呢，累完了。哎呀，香香，我跟你说，一个段子要排多长时间呢，家人们呢，知道吗？多辛苦，多不容易啊！孩子们有那么多喷子。在哪里？还是上面喽？就在这里啊。嗯，禁言就行，不用提禁言啊，家人们，禁言就行。就这里啊。你们还在跟着跑。你想想一个段子，家人们是不是老难了？你看那几十秒的段子要拍多少个小时啊？这就是一个主播的不容易，你们还喷子，造孽的玩意。我觉得还是这里好拍视频啊。哎呀，已经累得成这样了。对呀，现在一会儿还得回去直播耶，还要吃饭直播呢，辛苦了。你来，现在好了，来，现在好了。你觉得哪边好？现在我天好起来，哎，老板，你动一动，我试一下看看这个车厢。没了，好像这个车怎么这么矮气啊？矮气。来，穿红衣服好看，红衣服本身老板白，知道吧？显白。他应该就是这个特效。哟，差点停了。舞蹈分钟。你让。谢谢，感谢咱们的亲子连接啊。真的，我看。不是，我让你小心，老师。哎呀。舞蹈分钟。等会儿，就这个地方景色最好看的，对啊，这样是最好。嗯，你等会儿拍的可以搞啊，我们这。我今天我不想彩排了，我不想彩，就不彩，我就乱播。嗯、乱播还好过。嗯呐，我得整完呐。再说一会儿6点你就能进来了，6点你就马上可以进来了，没人管了。家人们点关注，家人们点关注，所有的宝子们点波关注。棒棒糖完成了，咱家能不能给飘的咱家整那个啥了？家人们，快点给飘的咱家整点那个小月饼的，家人们来小月饼。嗯呐，理解啊理解啊，我才200个人咱榜，家人们。我才200个人在忙，宝贝儿。还好，没那个难。我才200个人吗？家人们，一人给飘的，咱家整个月饼啥的，现在才200个人。哎呀妈，谢谢西门大哥，感谢感谢。拍不着上面，谢谢我飞跃。嗓子都干哑了。哪边？啊？揍你！觉得这边好看。这边关一下。我的这边感觉。这边安全，这边嘛，因为对着蓝天。谢谢我飞跃哥，感谢我飞跃哥，来，准备好，感谢飞跃哥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搞笑版。我这也不好看，像傻子。好。哎呦。那不行，现在不行。哎，神秘人。欢迎新人了。拍空气吧，拍空气吧。来，就让空气走。你围着我转什么的，谢我飞跃哥，感谢我飞跃哥啊！然后我往前面跑一回，来，我们多到这边刷啥都行，家就是刷点1毛钱小礼物就行，啊，就是赞个榜1毛钱，咱们多了咱也不要，就整1毛钱毛8的赞个榜就 OK 了，谢谢你们啊！
行行啊，我这台就是控制器。没事，你放在青花没事嘛。你放在青花里面。放到青花里面，快点。我放青花啊。谁在唱歌啊？谁要有感谢对没有礼物的家人们点点赞，粉丝灯牌没有点亮的咱家点亮吧，渴死我了，坐这么长时间没喝水。来，谢谢宝，感谢大家啊，谢我春明，感谢你们。来喽，把送你宝这个。我这样子，我这样。对吗？这样。就装。准备了，开始吗？开始了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啊！你呢，到时候发段子你就看了，韩吧，好吧，我重新开始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啊。谢谢小帅，我是听过的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刚才在这个车上谢谢杨八姐啊，感谢啊，看来你们那个车主谢谢你，感谢那个房哥啊，庞哥呀，那叫什么不认识，感谢你的欢迎，谢谢，好，来走。谢谢谢谢，怎么了？把他的关机了。汤的显眼包干嘛？有意义吗？老板们都知道的，不用去喊，不用去当显眼包的。啊，喝了完等。可以拍点照片吧，然后我就这样过来的时候咔嚓一张照片，这样的时候咔嚓一张照片，来来东东老板东东不好意思啊，看看这个门，你看这家伙也挺不容易，你瞅瞅，看这家伙给你们拍拍幕后吧，你看看这家伙撅头瓦顶的，也挺容易嘛，再说实话呀，啊，你看看这条腿，看刷刷的，哎呀哎呀哎呦，这家伙晃不容易，哎呦这镜头看，哎呦我家歪过来歪过去的，哎呦我去不容易，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，你看看，哎呦喂，我都得跟他翻过去，你瞅瞅，家人们容易吗？咱家人们，咱说实话，啊，不清楚你看他脑瓜，哎呦你看看，哎呦我的妈，你不容易，王涛你挺不容易，赶紧话，你瞅瞅，家人们就拍一个照片，你寻思各种知识，哎呦我的妈，比他妈上床摆的知识都多，你寻思这么容易呢？来，我们都到这边来。太多了，你想啥？多不容易，咱讲话，拍一张相片，我的妈，呼呼转。是不是？蓝天，快点！好辛苦的，不容易，家人们，我也辛苦了。你们的，谢谢大家，能理解。这不都是为了要流量吗？都用。谢谢所有的朋友的关注啊，家人们对给飘的咱们点个关注啊。今天晚上一会儿还是7点半，锁定我们老板直播间啊，宝他们。谢谢你们。看老板。李涛，你可别说了，你妈没屁割浪嗓子呢，你懂个屁呀，你懂吗？
谢谢可可。太小了，太美了。等一下，走。老板现在有高效细胞。我们还在工作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老板。喂。多不容易，是吧？好了，你先下来点。哎妈，嗯呐，是的，星哥哈，我们都跟一个多小时了，你说你走了，要不然是不是你一起跟着了？是不是？完全没美颜，我去啊！我去啊！没美颜，你看美颜吗？你看他，有啊，你看他的卷子啊！有所应配。就是前面帮我拍一张。拍照。我不要。你拍。感觉有点黑了。走吧走吧，走了，走了，回家一会儿开播了。让我走先，咚咚咚咚，讲完喽。没事，我这样往这里要是摔下去，有点痛。卷子我也跟听你的搞那个，谁呀？我没事，卷子我应该听你的，最后那个少奶奶的发型，我这个是姨太太的发型，是那个腰上的绳子，这个是裙子里头的那个绳子。你们两个拍到了，来。要等吗？什么卡吗？这块有可能背不住，有可能卡。嗯，不是，因为这块有一个地方记不记得就是卡。然后拍了一下，我没有一个字可以用了。真的？转过来看我，老板。你走，然后再转一下。不是你拍这个镜子景都没有了，他就是拍脸。啊？嗯、他就是拍脸，太黑了，反正前面就是感觉难。没关系。
娟子，老板手机。宝宝再给他，我必须要给你们俩，我必须要给王导。不拍了，不拍了。这种是糖宝，是的。我不拍了，头都晕了。我抓你的。王导，我必须给你按下人家。我也想到直播去。别倒着走，倒着走看不着你了。哎呀。哎，我手机去哪？在哪儿呢？在我这儿。你走他跟前呀。好。你给我发给他一下。我觉得这里有点细节。这跟这是不一样的。后面。君君，你觉得这好看不？这个蜻蜓好看吗？没有，我说这个绿色的叶子这样子好看吗？你看后面。来，三次不先说了，家人们还是脸皮厚，管大家要一波月饼来。每个人做个数据占个榜，来有啥给飘的咱家上点啥，有飘啥有啥给飘的咱家占个榜。来直播间说的家人们啊，你要拍视频，来给飘的咱家小礼物走一走，谢谢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啊。他一直都在啊，味道一直都没有走，谢无心啊，一直都在，在公司上班从来没有走过呀，一直都是不离不弃的呀。我还能拍什么歌呢？算了，我觉得拍那种古装歌。谢谢大家，感谢你们啊。不适合唱，就换那一个，就换那个呗。刚刚那个。青花，青青，就在那里唱一个青花。这里啊。你看了吗？可以找个景吗？我觉得后面。就不好，他这个猛看。没有，没有离职，从来没有过，扯淡。今天晚上有表演。见一面手，来。表演吗？见面少，一面唱这个歌。啥都说那边。还要来？老板，你还要来？好，在这里拍最后一段，我要吃饭了。吃饭了。我这破衣服怎么出来了？要五千，五千，五千。Hello， 小哥哥，那个小哥哥，后面的小哥哥，来，后面小哥哥，来，放音乐。谢谢关注，对家人们啊，咱们给飘着点关注啥的，尤其咱二幺三所有的宝都没给飘着咱家点关注啊，咱给飘着咱家点一波免费的关注，谢谢你们。对对，就可以。家人，我挂一个那个啥了啊，挂一个猕猴桃了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拍的这是孟哥家的猕猴桃啊，你们可以去那个什么去了，家人们，你们可以去那个拍一单了。这个是孟哥家的那个猕猴桃啊，家人们去咱家去整一单去，听到了呗？我不拍了，王导。不拍了，王导。累了，我好痛。又累了。你要不再拍一个，你轻松一点，不要去演，就很。那我就拿着手机给我，就在一边跟着他唱。别拿手机，你这个手机比这个手机还大。宝宝们，你们去拍一单那什么去，点关注啊！谢谢大家啊！不要，感情少一点。来吃饭了，在哪儿的？轻松的，你妈妈一会儿就回去了，你跟爸爸在啊。谢谢姐姐，听话，乖啊。你找不着，打招呼了，喊唐导了。喊了，就在一进门子。上不了晚，现在的流量就这样了。妈就回去了啊。来，准备好。那个，等一下，麻烦。最后一个激动。那老板，你就这么看着，你觉得你需要看镜头了，你就看镜头就可以了。轻轻握着青花，心不相识着承诺，离别总在是一种蝶蝶，
尊敬的游客朋友们，皇城向府景区将于晚间6:30闭园，请您尽快游览。我们即将开始清园，谢谢您的配合。我只要轻轻唱，尊敬的游客朋友们，皇城向府景区将于晚间6:30闭园，请您。想他那人多了，你说老姐，别转了，想他太多了。其他的就洗了。放心里，这种想放心里。啊、嗯，老板走路都带风，还什么眼儿？不饿吗？还行，现在不打夜了。哇，现场好多人呐！天哪，现场就好多人。好，你不跟进了，好吧。好嘞，拜拜，拜拜，7:40见。嗯，家人们跟大家说了7:40见啊。换衣服去了吧？换衣服去了，不跟了，把老板吃饭去了。走，带你们去现场。流量好稳呐。家人们再给飘的参加点个关注啥的，家人们再给飘的参加此时此刻没点关。